来到第二个动作，我们先把枕头移到你的右边，那你就一样把左脚抱进来，肩膀放松，然后往外画圈，顺着你的呼吸，吸气的时候往胸口，然后吐气的时候往外，大概五圈以后呢，往胸口抱进来，把你的右手来到左大腿的外侧，然后往你右边的枕头跨上去，左手往上延伸画一个大圆，你就可以让上半身扭转到左边，然后把气吐完，回到中间，然后一样躺平，然后再把你的枕头移到另外一边，右脚抱进来，往外画圈，好，然后慢慢的往胸口抱进来，左手去抱到你的大腿外侧，往左脚跨过去，吸气的时候右手往上延伸，把你的筋膜都打开，然后停在右边，呼吸到你的胸口，好，等你结束呼吸，再慢慢的回到中间，放松，好，慢慢的卷起来，就会完成第二个动作啦。